体穷真性，本体穷尽于真如法性。啊，这从文字上来解。啊，这个体是法身，是离体。啊，变法界虚空性。真正是言语道断，心性出灭。妙觉相雷，这就受用啊！啊，你要不能够体穷真性，你就没有办法断掉所有现象的累赘。这个累赘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干扰。啊，这个相是现象，变法界、虚空界里面。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这三大类啊，你会不会受它的感染？会不会受它干扰？会啊！啊，会的是，会的是凡夫。那人在这上就要用功夫，叫修行。修是修正，行是行为。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的行为错误了。啊，什么错误了？见到了，就分别，就执着。啊，就有喜欢，有讨厌。这什么人？标准的凡夫。不能处理六道轮回。啊，小乘把行为修正一部分，不执着。为什么？知道是假的，知道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。啊，所以对于物质占有的念头没有了。啊，知道占有不了。它存在这个世间的时间多久？啊，2240兆分之1秒，你怎么能占有得了？这不可能的。啊，我们今天讲一秒钟，一秒钟时间很长了，一晃过去了。这一秒钟能不能再拉回来？拉不回来了。啊，下面一个念头又补充上来了，太快了。啊，我们要常常用这个观想来观宇宙之间一切万法。慧能大师说的：“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”万法就这么生的，万法有没有呢？不能说没有，也不能说有。你说有，它不在了；那你说它没有，它真正生存2240兆分之1秒，哎，它真有。我们感觉到有一个东西，有个现象。想想看，至少是半秒钟。啊，半秒钟，他生灭多少次了？1120兆，单位是秒啊！1120兆分之1秒，半秒钟啊！我们会看到一个概念。哎，看到哎，有棵树，有个人，有个房子，啊，什么样看清楚？没看清楚，太快了，没看清楚。半秒钟，你看看，
1120兆分之1秒，我们才看到一个模糊镜像。这是事实真相，这个事实真相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了。佛是怎么知道的？甚深禅定。真正看到这个境界，《大乘经》上佛常说，八地以上。明心见性还不行啊。明心见性再往上提升呢，提升到八地。哪些人明心见性？《华严经》做标准，原教初住就开悟了，就明心见性。那开悟是第一个位次，初住啊。再提升到二柱、三柱、四柱到十柱，十柱再提升十行，十行再提升十回向，十回向再提升十地，十地还得初地、二地、三地，一直到八地。阿赖耶这个现象看到了，你就知道这个禅定功夫多深。八地这个标准难了，慧能大师开悟了有没有到八地，那很难讲。住在十宝庄严土的菩萨41个位次，从初住到等觉都住在这个地方，十宝土。最后一品生下无名习气断干净了，这个世界就不见了，没有了。没有了，出现什么？常寂光。常寂光看见了。常寂光等觉菩萨都见不到，必须在等觉这个位置上把无名习气最后那一点点断掉，常寂光现前，十宝图不见。所以十宝图它没有生灭，它有隐现，有缘现，没有缘隐。它会不会隐呢？它不会常隐。为什么？语言去除。还有等觉菩萨要在这个地方修行，那么常寂光里面就现十宝图，常寂光里面的如来就现报身，报身报图跟这一些明心见性的菩萨在一起，帮助他们提升了。这些事实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我们的方针学习的方向，学习的目标就会安定了。我们有方向有目标，那就是海鲜老和尚说的，要转要移你就能达到，达不到最高的原教初住就可以了。初住的到极乐世界追随阿弥陀佛做弥陀弟子，在极乐世界好啊，生活环境、居住环境、学习环境无比的舒适。
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最好的地方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。啊，我们是真幸运，这一生当中有这么好的缘分，要抓住。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要放下，不放下心不转，念不移，就很难成就。啊，心要专，心要一，不难成就。我们看到海鲜老和尚、海庆老和尚，看到海鲜老和尚的母亲，他们给我们表法，你要是看明白了、看懂了，万缘就放下。那为什么他能做到，我也能做到？啊，做不到的事情，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，放不下了。这牵肠挂肚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真的不要，要假的，那我们就活该受罪呀！你能怪人吗？这妙觉相类，真妙啊！觉是永远不再着相，不再分别相，不再起心动念，于一切相里头不起心不动念，这人就成佛了。啊，至少原教初住菩萨，别教初地。啊，就到这个境界了。啊，这极的意思。啊，这刮胡有一句说，微妙而断绝，断绝诸相之类。啊，不再受他们影响了。啊，这极的意思讲得好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